从衣服的款式来看已经略显过时，但质地很好，制作精良，而且被人很好的保管。空空如也的手提箱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了。上面看起来都是日记。一幅油画，跟起居室里的油画风格类似，描绘的是一出古希腊悲剧，俄尔弗斯在冥界拯救欧律狄克的故事。记忆再生，许德拉。这是药剂清单里最后的符号。一张合影，上面是一对衣着华贵的夫妇，两个护林员和一个看不清面孔的孩子。
到底是谁？或许我该去那间他和他母亲住的客房重新调查一下。日历上的今天被圈出来了，是今天，属于他的游戏进行的日子。那个小女孩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开心，背景看起来有些熟悉。床上放着打开的行李箱，衣服被整齐地摆放在行李箱里。从衣服的款式看，应该属于20岁左右、出身良好的女性。
最后我还是失败了。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吗？让我回到这里，再次面对过去的噩梦，而那些噩梦的参与者又是谁？Thank you.